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开始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。今天乔林日志带大家来看新加坡阿米奥特岛，那我们真的走吧 ，Let's go。好，我们现在进来了。刚刚他是先看我们有没有打疫苗，对，要打疫苗，他在 TraceTK 灯会上面会打一个 POCO 才可以进来。然后接下来这一关是要看那个看 Booking 的票，对，我们有先上完 Booking 了，就是上上个礼拜就 Booking 好了。好，我们现在等一下就是要 show 给他们看这个票哦。这边是查票的地方，所以我们要秀那个 QR code。女生阿咪，这边是查票的地方，所以我们要秀那个 QR code。女生阿咪，噔噔，进来了。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地图。对，我们现在就是要，我们现在入口在哪里啊？我们入口在右下角。对 ，You are here。噔噔噔，好。这也太好打了，哇，绿色红色黄色，很漂亮哦。 MV 也是，金沙也看得到了。他选这个地方真好，哇，他有送头发。乐队有大鼓、小鼓、长号、杜巴、白月洞，小号也有，有萨斯风、竖笛，有长笛吗？啊，有法国号，有法国号，法国号在那边。长号，长号几个？一二三四，长号四个。我怎么没看到长笛呀？没有长笛。有竖笛、黑管，就是没有长笛。Oh, it's cool, so cool. 哎，又排队了，又排队了。啊！哇！哇，我一个，这什么东西？Moisture oil. Oh, okay. Yeah, so you can get this a bit more clean. Is it iron?
Yeah, 可以考量。OK， Thank you。拿了一个可以做纪念的东西。
看。